开门。火车若开花，搁驶前方。啊，少年若开花，乱乱走。老花啊，毋是别人，你付啊，就是我。啊，娶一个某，生一个查某囝啦。兄阿妈加甲咱生几个啦，七早八早就甲咱参草，交代咱的家境阁袂歹。啊，咱当时就够想啦，想讲咱迄个查某囝哦，若是讲咧，我若阁娶一个囝，去用念，去用拍互苦度。我就是讲，我爸仔囝上有能，有财产伫个，我啥物嘛毋惊。我若查某囝饲大汉，啊，若甲少一个。啊，我照顾我的财产就好啊嘞，有味道，我这个嘴嘞，生囝要创啥啦？生迄个不孝的啦，啊！后摆哦，我若死哦，一定爱软脚涂骹啦，无人通甲我送进棺头。你爸要甲嫁好个人，伊就偏偏要爱个散鬼走出来。咱来甲伊读，伊安尼三更半暝把我砍下，让我对人走。昨日脚步甲我行倒转来也无，囡仔嘛生啊呢，嘛无转来甲我报喜。好，要有细孙无孙啦，当作无这个查某囝。以前来到阮的厝内底，我希望从过后底会当谅解我，也无赶紧甲伊亲热闹。阿弟是啥人？阿弟啊，我是你的查某囝翠莲呐。介啊奇怪，我有查某囝，哈？我查某囝都出去了，唔知哪倒转来，我无查某囝。阿弟啊，但是白家，白家的亲情永远着难断。我知影讲翠莲犯啥做错。当初真坚听阿爹你的苦劝，我坚持要来嫁伊老全。严格这代志嘛已经经过这尼啊久了，两个囡仔嘛已经出头，搁甲安怎讲？你嘛带念你两个孙的面子上。阿爹，你莫搁甲我生气好无？笑死人！生囝看到迄两个囡仔，迄两个囡仔我捌看到哟，啊！啥物咧面子上，啊，我啊，老强的，家里安内老家咧照顾，哎呦，夭寿哦，我全部把你卖出来啦！我了说我外高地因你啊，艰苦，等下要扛我这后头，啊！你是啥物原因，把我夹到这间内面的？你不是拢蛮，夹着头转头卖转来啊？阿弟啊！今仔日虽然倒转来，我是有一件代志，我要拜托阿爹你出面甲我拜拜。哈、哦，有代志哦，哈、啊，啊，看下面啦，就是有代志才要转来到后头啦，啊，叫我甲你拜拜，还无是啥物代志啊？老全既然误会我。我伫个外面有做行不端之事，阿弟啊，虽然是你的查某囝，我讲啥你嘛查阮的面了，我绝对无做这种的行为。我希望讲阿弟你老大人会当出面，